OK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姆西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继续来给大家做我们的《三国群战争》东肥肥的第二期节目啊。那么我们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后呢，这个位置王匡直接袭击了我吕布驻守的上党农庄啊。我吕布回来就是为了防这王匡一手，他直接来了。那他这里的话呢，一共是2392人啊，比之前我们灭掉的袁绍本队的话人数更多一点。那么其实我们这边人数呢也不少啊，因为这里面的这个陈王军啊也渐渐的回复上来了，我们也有2000多个人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你们死那么干净的吗？哎，全死了呀，这么拼的呀你们啊。咱们这边的话呢，一共是2251，对方是2392啊，咱们损失1400，对方损失1800。这些援军啊，这些陈王军的实力真的是太弱了，对吧？我就调了2-3支毛兵嘛，哦，也差不多，因为我调了2-3支去防他的骑兵嘛。那么这边的话也就只有那么4支，对吧？4支打上那么多的话，崩得快也很正常，对吧？主要是这个骑兵对我们来说威胁太大了啊，必须要优先处理掉，对不对？那么吕布杀了600多啊，张辽180多啊，貂蝉都杀了90多，还可以啊，1000块钱，刚刚打赢也1000多块钱，加到是2000多块钱入账，非常好。191年秋季第七回合，袁绍与陆康组建了联军啊，有意思。汉帝国使边让成为了附庸，汉帝国使韦晃成为了附庸，派系覆灭，黄巾乱军，黄巾乱军很快就会出来的啊。刘繇向韦晃宣战啊，王方悦加入了陆康的联军，这就是之前的那个王匡啊。王方悦邀请刘岱加入联军啊，你们这个很危险啊，我感觉啊。董卓向赵文宣战，因为他打了我们的汉帝国，我们要帮我们的汉帝国。袁术兼并孔宙，大家看到没有，之前的话呢是袁绍啊吞掉了这个韩馥啊，然后的话现在袁术又要过来兼并孔宙，他就会让历史上本来比较强大的势力啊真正的强大起来啊，而不会让他们半路就白给了啊，还是不错的，跟随历史。袁术和孔宙就合邦了啊，就孔宙的话他一般来说啊就是一直蹲在这个农庄里面啊，然后的话呢我玩曹操的时候的话也一直没怎么理他，反而的话一直跟他签贸易协定啊，是个非常稳定的贸易协定的来源，就是经济的来源啊。现在的话呢被袁术收了，关键是问题是你跟袁术中间还隔着几个城市了呀，一块飞地可还行。跟刘表签个贸易协定可以赚到510块钱啊，负15点几没关系啊，正好一个斜坡拉进来，还挣了8点多，8点多我应该可以稍微要点东西吧。好，什么都没有可太真实了啊，这边我们现在又多出来一些东西啊，像礼仪啊，这个是我从别人身上扒起来的，这个应该也是多的大战斧啊。那么没什么东西拿的话，咱们就要点钱吧。好，50块钱就要不到，太真实了。那这8点级我就算送给你吧，好吧，送给你啊。好，签一个贸易协定。咱们现在的话还剩一个贸易协定签啊，后面的话跟马腾签。OK， 那么现在咱们的收入的话，现在还有2300多啊，目前是有一个满编的情况下。那么这里啊，吕布的话呢，这个张辽我觉得可以踢掉再重新拉一次，因为这个血量的话呢，实实在在是过于低下了啊。其实上回合我就应该踢的，这回合再把它拉出去就蛮险了，对不对？不过的话呢，先不急啊，先把这个人彻底灭掉。我不在的时候到底怎么了？这搞得很尴尬，是不是？我吕布一个人抠着脚都能把你们杀光，你现在还让我继续打一次，费不费劲？好的啊，咱们这边轻轻松松史诗大捷啊。将军的话呢，杀了2个。哟，这家伙还想加入我呀？啊，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非常顽强的自负者。哎呀，你这人也太差了吧！走，赶紧滚啊！600块，这样一来的话，我们又能拿到个差不多2000块钱嘛，2000块钱呢，然后还拿到了10点的那个胁迫啊，非常赚啊。但是对方居然还是没死，你不是给我搞事情吗？啊、该死了，哥哥，再见。对嘛，全死光啊！这波王匡家里人应该都死完了，然后再赚10个的胁迫啊，这胁迫真的是赚起来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撤回来啊，3个人集体撤回，准备作战。全部撤回啊！下回合的话呢，免费再次拉出来，全部满血，美滋滋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现在已经有了8000块钱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威慑的话，我感觉又可以去搞一波事情了。不过呢，先不急啊，我先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这个河东铜矿，我可以直接把它拿下来。这里面应该是没有兵的啊，应该是没有兵的。那么咱们就走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差不多就是这儿吧。嗯，可以啊啊！他居然还有个2队啊，这个真的是没想到。没关系啊，咱们埋伏一下，下回合直接把它吃掉就可以了。我们部队的话呢全部满血啊，将军的话呢实力也很强啊，也不能叫很强嘛，其实只是镇江可以打，对吧？咱们现在一共是有8870块钱啊，咱们先来解决一下吕布的终身大事。哎，将吕布安排联姻嫁给貂蝉啊，这个貂蝉嫁给吕布，
千古良缘啊，是不是？这样一来的话呢，貂蝉也成了我们的内人啊，不什么内人，这个府署里的人，就是自己人啊，自己人。像我们这边啊，还有这个董丽啊，这是个九岁的小孩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董白啊，这个是17岁，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吕灵奇，目前是13岁，这几个成年呢都还早，不知道吕布和貂蝉什么时候能诞下子嗣，是不是？你电脑不知道咋了，网一直连不上，最后莫名其妙好了，可以，那没事啊，只要最后好了就行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貂蝉现在就是我们的儿媳妇了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生孙子啊。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有两个孙女儿，对对对，我现在只有两个孙女儿，我连个孙子都没有。貂蝉吕布啊，努努力，好吧，给我董肥肥生个这个孙子出来，行不行？这个新加入的这个42岁的女人啊，我们就没什么用了，没什么用怎么办呢？砍了呗，砍了啊！这个董卓玩的特别真实，砍了他之后啊，咱们的胁迫的话又满了啊，不是又满了，就又高了啊。我们来谈一笔生意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咱们就用这个大战斧啊，铜的武器 4.3 正好把它切下来，非常舒服。现在必须谨慎，不能被冲昏头脑。大胆马最终还是跪在了我面前啊！现在的话还屁颠屁颠的和我签贸易协定啊！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有7000块钱，然后呢每回合还有3000多块钱，非常非常好。董佩善啊，为什么你的特性是天才加笨拙呀？又天才又笨拙可还行啊啊！大智若愚是吗？诸葛亮司马懿都没你秀啊，是不是董佩珊？这个张燕，这不是臭不要脸吗？这不是啊？他之前应该是埋伏在了我这个城市的上面啊，我以为他走了，结果他埋伏在那边，然后我下去埋伏在那个城旁边准备打他了，然后他后面去把我据点给打了，这不是臭不要脸吗？这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张燕你够狠。我们输一场减15个恐惧呢，气死我了！这15个恐惧减完的话，我就非常伤了呀。你看我这减到下面去了，看到没有啊？蔡邕也独立了，可以啊。刘焉像蔡邕，一天见继位，张超像毛剑血战，宣战，铩羽而归。董卓奖励啊，赢了输了都加经验是吧？董卓可以啊，你心很宽啊。陆康邀请刘备加入联军哦。黄巾进入兖州，以黄绍为首的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，连破兖州郡县。青州黄巾进入兖州，兖州刺史刘岱不听报信所言，贸然出战。报信迎曹操出任兖州牧，这样的话曹操就有根据地了啊，兖州了。跟随历史，曹操与刘岱合邦，刘岱亡故。啊，很多很多的事件啊，现在已经有袁绍、袁术还有曹操啊，都分别合掉了一些势力了。你也不怎么大呀，这还只有2块地啊，这个曹操好像有点惨啊。不过应该马上要拿下这个陈俊的这个农庄了啊。是我们在河北的据点啊被张燕拔了啊，但是呢我准备先不去管他啊，先把下面的依亭利剑灭掉，因为它是直接一个势力覆灭嘛，而且铜矿的话呢比较值钱，而且比较好守，所以说的话呢把它直接拿下来吧。不留情。这个铜矿的话好像有点难打哎，咱们2571啊，对方的话呢是3115，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啊，不过我们有4部投石机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而且还是可以投火弹的投石机啊，所以说我们不慌。我们这边是4对投石，然后3对弓箭，还有一个能射的这个银斧兵啊，然后6对炮灰，然后3个将军啊，然后至于对方会不会出城的话不好说，一般来说的话呢，对方比我们强，而且强很多才会出城。但是这个东西，对方出来了啊！对方出来的话，咱们就直接砸。他们从好几个口出来了，好几个口出来的话，砸的效果就不会很明显，直接单挑直接上。直接上，对方是圆，哎，等一下，忘记开火弹了啊！忘记开火弹了。全部砸这儿吧。这里的部队出的有点快啊，咱们这几个骑兵啊，咱们这几个投石机有点摁不住啊，有点摁不住。董卓这边直接开技能啊，不然我真怕他打不过。镇江这边也开了技能，好，已经有点摁不住了，太快了，出来的太快了。而且我们这边投石机的等级也并不是很高，敌将已被我军斩了。哎，董卓你还可以吗，我的肥肥啊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
这边骑兵的话呢要冲锋了啊！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之前不是说修复了骑兵不会正面冲毛兵的这个问题吗？我就想问问你，到底修复了啥？啊，我就想问问你，这个到底修复了什么东西？这根本就没修复啊，老哥！真就没修复啊，老哥！镇江也赢了啊，镇江也赢了，果哥回来啊，果哥回来。 这个骑兵在给我搞事情，然后我看一下啊，对方还有几个弓箭手，这儿还有两个，这儿还有两个，稍微砸一下啊。咱们正面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毛兵啊，反正也不用上，这两个府兵可以稍微上一下。然后将军有没有上马的？将军没有上马，时机已至，赶紧上马。董卓回来了没有？董卓回来了，那边骑兵也白给了。董卓尽量就不要上去，因为前面有箭塔的，不要。 不要对方出城，就以为是我们是守城战啊！咱们还是攻城战啊，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。投石机的话，快砸完了吧？后面这些东西，命中率低了一些啊。咱们目前镇江在的位置的话，会被对方这个箭塔射的，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来撤回来，撤回来啊！直接撸这个吧，撸这个持剑博掌。董卓的话，你跟这个人撸吧，跟这个人撸啊。好，那差不多了。 投石机的话呢，随便炸一下，炸一下这个，炸一下这个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敌军士兵正在退逃。好啊，我真的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要出城，你知道吧？跟四队这个投石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的，不过肯定是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之前拿过很多投石机去攻城，人家也并没有出来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出来了，你说这是不是很奇怪啊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MOD 的打他的关系吧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哦，对了。 顺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雪地开了光影之后会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瞎不瞎狗眼？啊，瞎不瞎狗眼？<笑>好尴尬呀！本来雪地就够亮了，现在一开的话，这个天特别黑啊，地特别白，就这种感觉。开回来，还是开回来。准备就绪。不然太瞎眼了，太瞎眼了，<笑>实在太瞎眼了。 好的，那么差不多啊，对方也就白给了。还有人站着吗？这还有一个，也白了。OK 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咱们这边啊，2571打对方3115，咱们损失700多啊，还是非常轻松的。就正面的毛兵啊，稍微掉了点血，其他的话都还好。降临。我们拼死夺下此城。这个势力的话，应该是被灭了吧？对，这是被灭了啊。然后咱们回头的话呢，去把张燕给他灭掉啊。 然后我们在河东铜矿这个位置啊，重新召出我们的吕奉先。机不可失。有人知道貂蝉字什么吗？啊，貂蝉好像不是真名，你知道吧？张文远你就不要挤在中间了，好吧？这次让貂蝉上去吧。啊，也该让这个貂蝉清静清静吕布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你待在中间的话，岂不是前后192年春季第9回合，刘备邀请王朗加入联军？我怎么感觉每回合天下都在巨变呢？而且他们还不停的拉帮结派，你们发现没有？ 刘备邀请孔融卫加入联军，我里面上天啊！这边又独立一个，又独立一个，田丰和陆康签订合约，韩荣与陆康签订合约，樊敏又干我们了。韩荣邀请曹操加入联军，哇，曹操你怎么加入这莫名其妙的人呢？郑玄也向我们宣战了，韦晃也向我们宣战，你们干嘛呀？独立出来都打我是吗？我好亏呀、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曹嵩死了。 去徐州啊，然后呢，徐州里面的这个陶谦啊，想结交曹操啊，给他好吃好喝，还给他送了钱，派了自己手下的一个部将啊，这个保护曹嵩。然后那个部将呢，原来是当黄金贼的，贪图钱财就把曹嵩给杀了，把钱拿走了啊。然后的话，曹操就借此啊兵发徐州。咱们来看一下外交里面啊，以这个派系分组看一下，你们看到了什么啊？你们看到了什么？袁绍。 带着陆康、刘备、王朗、孔融、田丰、韩融、曹操，干嘛呢？这才第9回合呀！魏西联军黄绍何仪啊，没有盟友的真的不多了啊。然后汉帝国下面那么多的小弟，我跟你说，后面感觉都要加入这个袁绍大军，我有点慌啊。咱们灭袁的这个战役啊，必须得尽快展开了。镇江啊，直接往上面赶，大概可以走到这个位置啊。我们先走到这儿。 我们基本上呢是要保证我们打张掖，因为的话呢，你要是让张掖打你的话，他伏击你啊，你就非常难受了。然后吕布这边的话呢，可以直接打这个邺城农庄，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。看一眼，迅速出击，干掉敌军，干掉敌军。
哎呦，这个五千人这个数字还是蛮恐怖的嘛啊，五千人。但是没关系啊，咱们可以使用夜战，这样的话呢会情况会好一点。在那个 1.1 削弱了武将之后啊，咱们想一骑当千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的。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话吕布不是孤身一人啊，好歹还有一个张辽啊，会稍微好一点。费尽千辛万苦啊，砍了对方才砍了1689啊，但是的话呢把对方三个将军都给砍没了，看到没有，斩杀了其中的两个将军啊，打残了对方的颜良。现在这个版本的话的的确确是不太适合将军力敌千人了啊，但是吕布的的确确还是杀了1000多啊。但是的话呢毕竟敌方三个将军还有两个骑兵啊，杀我们许掉的比较快啊，所以说的话呢没有打完，但是的话也是打掉了一部分啊。 OK， 战役大获全胜，将军穷追不舍，对方人物受伤，可以的，干掉敌军。然后呢咱们就可以撤退了，因为我们自己的话呢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损失啊，因为我们只有三个将军对吧，我这样撤回来对吧，三个不会解散。听您吩咐。有何吩咐？下回合又是三条好汉伏击成功。哎，哦，对方有3700多人啊，我伏击成功了还自动不过，你这是在搞我呀老哥。张燕啊，天天伏击别人啊，今日也被我捉了眼呐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啊，一个张燕，一个余毒啊，一个李月香，一共3719人啊。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啊，但是我们这边因为有投石机嘛，投石机的话人数比较少啊，所以说实力还是可以的。但是我的部队的话，这些步兵的血量还是的的确确比较低啊，所以说还是要好好打一打的。这个地方余毒被我们抓住了，它是一个迷信啊，派系内可能会随机触发天命鬼神事件，这个事件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。物品的话这物品倒还可以，但是还是拿钱吧，毕竟还是余毒啊。余毒我不是跟大家说过了吗， QQ 三国里面15级副本里面有个将军就是余毒啊，1353块钱非常好。192年夏季第十回合，公孙渡向郑玄宣战，汉帝国使荀攸成为附庸，使恒典成为附庸啊。贾龙向蔡邕宣战，贾龙是这个，蔡邕是这个。田丰请求袁绍宣战，雪仇奇耻孙文台，直取金乡旦夕间啊。这个是孙坚阵亡的世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不要让孙坚死？安不安历史斗这个无所谓啊，我们毕竟是在游戏啊。之前为什么都安历史斗？那是因为可以让这些 AI 变得更强一点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加入他们，然后的话他们可以合到一些势力啊，我才安这个历史斗的。像这里的话呢是削弱 AI 啊，那我这边的话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把它避免掉啊。此间刘表之诡计，吾不可为其户。孙坚活了下来。在刚刚过回合的时候呢，我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满编又埋伏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我发现这个 mod 呀、啊，提高了这个游戏很多难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派系变多了嘛。那么派系变多的话，每个派系至少有个一只多满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如果都加入了袁绍联军的话，那一下会多出来十几只满编啊！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这道理？就有点吓人啊，有点吓人。那么别的先不管啊，咱们刚刚是把这个张燕这部队打残了啊，那现在过去的话，肯定是要把他彻底灭掉的，直接攻城吧，把他外面的部队一起打死。向前进军，打不到可还行，那打这个怒吼吧。敌方正派遣援兵前来助战，失守近气于此。咱们这部队损失的有点快啊，刚刚我这个伏击才死了300多啊，现在一个自动死了400多人，有点头大。余毒又抓住了，放了放了，李云香也抓住了啊，放了放了，800块钱，现在这边600多，钱还是非常多的。败军之将，你活捉了敌人的将军。好的，然后把上党拿下来。上面还有一个部队啊，真的是我们这部队越来越多了，我的天哪！不过我们这边钱和恐惧拿的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这边有一个，有两个部队，看到没有？这儿还有一个部队，张合，勇将张合。那我这个上党农庄的话呢，我需要稍微保一下，然后河东铜矿这个位置啊也需要保一下，因为这边有一个满编，还有这边的一个那个颜良率领的满编也在这边，虽然被我打残了啊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，我想一下啊，他的部队的话也不多，我农庄里面的守军4个可还行啊，老哥，
那我这边的话，那河东铜矿的话呢，就单独守吧。毕竟我的铜矿的话呢，部队也是比较多的，而且是铜矿格勒啊。铜矿格勒的话，就靠铜矿格勒自己守。然后农庄这边啊，继续招出我们的吕、刁、张啊三个人镇守上党农庄。192年秋天啊，公孙瓒向刘虞询，你们俩打起来了。袁绍请求王朗参战，王朗向汉帝国还有我们还有马腾宣战了。哎呦，袁绍你是真的恶心，好吧？袁绍的联军组建了军事同盟，真的恶心啊！何仪被覆灭了，又出来个周焕、宁勋、刘繇向魏杰宣战，邓渊向我们宣战了，哇，真是乱得很啊，同志们，这个天下变得越来越混乱了，我的天！而我的镇江现在被拖入了战争泥潭，河北这边的满编一波一波往我这儿嗡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有点吓人啊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这几个货都是残血，连部队带将全残，我吕布把他们全部擒杀不成问题。然后镇江这回合下去拿下，重新拿下河东铜矿也不成问题。我现在担心什么？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一走上当又被一个满编拿走了，你说我头大不大？部队还是不够多呀，但是我们这个经济如果再拉一只满编的话就不行了，你知道吧？先灭漳河再取铜矿。1317人啊，漳河残血，这个也残血，他们应该是补给不足了。好的，吕布轻轻松松啊，将这边漳河队击溃。但漳河的话跑掉了，估计是没抓住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说说看，我单挑单调文丑，文丑被我俘虏，然后加入了我。我放走张和，张和也被我俘虏，也愿意加入我。你说说看，这怎么办？我董肥肥身为雄主，天下英才尽入我手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天命。招揽身上还带个老鼠啊，可以的。职责所在。啊，袁绍两员猛将都到我手上来啊！河北四亭柱已经有两个柱子在我身上了。然后的话呢，咱们的镇江下来把这个铜矿重新给我打回来啊！你说我这来回跑我费力不费力？怒吼吧！对方一共2790人啊，将军的话呢，被我们刚刚砍死一个啊，1567人打2790人，在对方出城的情况下，咱们还阵亡了500人啊，太凶了！主要是我们这边的正面部队实在太弱了一点啊。这是我们第二次打回河东铜矿了吧？上党我们也打了两次了。你们想看到谁？想看到张和还是高顺，还是华雄？咱们这里的话呢，再拉出一对高顺来啊。虽然说现在没有陷阵营给你用啊，咱们再拉一个太史慈出来啊，因为那个徐晃的武器被我拿给张辽了嘛，5500多块钱，每回合维持费用800块，咱们必须要两只满编啊，不给两只满编我是真的没法打。这边还带了两个几步兵啊，因为我刚花了5000多块钱嘛，然后再拉一个成功400块、啊，钱都花完了可还行啊。哎呦，伏击成功 ，nice。敌人的话呢，1690个人啊，咱们吕布、张辽加貂蝉把他们砍了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只有3个人，对方这些部队跑得比兔子还快啊，才杀了对方500多个人，就对方就跑完了。荀彧来了，明智、友善和善良，放了吧，放了吧，放了吧。我们现在要钱啊。卢植附庸，刘表参战，袁术向赵温宣战，张超向董卓。哎呦，你们这人是真的多，齐集如风。夏侯阳继承了韩荣，董白长大，哇，这个董白这么好看的吗？韩崇长大成人，压迫统治，你向手下的臣子们索求贡品，迫于你的威严，他们屈服了。这个就是董白了，就像布料特别贵一样啊，身上的布料用的特别少，忠诚度不太高，但是没关系啊，10金也够了，是你们喜欢的类型是吧？纯真暴虐。不过这个人的话呢，因为是个金将啊，在战场上的话呢，作用并不会很大的。毕竟我们这边已经有了张辽、徐晃、太史慈了，对吧？已经够多了啊。我们把哪个人砍崩呢？先把这个砍了。略处上风啊，也不会让我掉太多血吧？凭此一战，还好还好，掉血并不太多啊，节约一点时间。放了他们。有同他们是要拿恐惧，这可太快了啊！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可以，我现在恐惧值已经非常高了，而汉帝国手上有56啊，那我跟你吹啊！
我们通过胁迫啊，向汉帝国要一波零用钱啊，1950块钱啊，相比于他56000的存款来说，简直是毛毛雨，对不对？拿钱，真令人失望。你的意图很明显。失望怎么了？我跟你关系这么好，都要点钱怎么了？啊，要点钱怎么了？然后吕布继续往前推啊。时不再来。好，漂亮，我就喜欢这种。我就喜欢这种。战无不胜，这种直接自动出十大就是最好的啊！又十点恐惧，哎呀，太赚钱了，太赚钱了啊！虽然咱们在这边打得非常的热闹啊，这个很费时间，但是这个钱赚的真的是实实在在。我董白刚刚成年，就有人惦记上我的董白了，他给我2000多块，打我董白的主意，你在跟我想什么呢？啊，20000块我都不会同意。曹操同谋向荀攸宣战，这个荀攸的话本来应该是曹操的将啊，然后独立了。然后关键问题是，这个袁绍居然没有把这个荀攸给他收进去，莫名其妙嘛。又出来了很多的独立的啊，刘焉向我们宣战，袁术向魏解宣战，哇，天下大乱呐 啊！徐州大屠杀，陶谦让徐州，曹操与王朗合邦，刘备与陶谦合邦，天下大乱，我跟你们说，越来越乱了。不过的话呢，几个原有中三国比较强的势力啊，已经崛起了啊。因为这几个合邦事件啊，刘备、曹操、袁术、袁绍啊，现在都强得爆炸。然后这边啊，咱们再派一些幕府任务做一下，创建一支军队啊，获得一些部曲的维持费用降低啊，人口过剩，造一个郡国治所，这个也是造郡国治所。郡国治所的话，马上要升级完成了，这个任务可以很轻松的完成。然后这个位置，我的洛阳商港城外，曹操满编，旁边袁术满编。你们要搞事业，让我来看一下啊。曹操跟袁术不是盟友啊，那我就放心了啊，不会出现这个联军，不会再来一个城下之盟吧？你们啊，不管那么多啊，洛阳商港直接召集我们的吕布，知难而上，这边顺便任务完成啊。吕、刁、张镇守洛阳商港，以拒曹贼啊。真的是18路诸侯讨董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打了这些 mod 之后啊，可能有些观众啊看了那些 mod 之后，感觉游戏难度会变低啊。其实呢，我的天，难多了啊，真的是难多了。这个家伙我不知道打不打得死，他会溜的，我感觉。啊，这是强行军了，强行军溜不了了。新版本之后啊，强行军是无法溜了啊。以前不是强行军被攻击还可以往后撤一步，现在不行了。爽。带走啊！打他就为了赚钱、啊，也不为别的。咱们现在的话，基本上又变成一个军国主义了。放掉，放掉。拿钱，爽。再向汉帝国要1890块钱的零花钱，来吧。因为我们的暴虐值涨得还是比较快的，所以说看起来我们的回合金并不多，但是的话，其实还要再加上每回合2000吧，差不多2000左右啊。所以说我们回合金现在其实是3500块钱，对吧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我的太史慈。因为有箭雨的存在，这是他的特殊技能啊，所以呢，我不是打了个 mod 吗？点出特殊技能的这些将军可以造他们原本那个势力的部队。对于太史慈来说，就是北海之怒和建安雷霆军。哇，这个我跟你说爆炸了呀！把这个骑兵啊换成这个北海之怒，啊，换一队是一队吧。曹操来了啊，这曹操怎么想的？拢共1956个人，城防军就有2111人啊，再加上吕刁张。我们的 mod 里面有一条啊，是移除所有精装的这个负面效果，所以说曹操这个减火是不减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的话，现在曹操也变强了，你知道吧？所有的穿着精装上面有负面效果的英雄全部都被加强了。张辽、吕布直接北出东门，什么北出东门？部队并不多啊，张辽、吕布啊直接出东门，把夏侯渊和曹操砍了。然后的话呢，这里的夏侯惇，因为他没有显示出来，应该在树里面。夏侯惇的话呢，我们就拿部队顶住了。这边弓箭手的话呢，左右开花把这两边的部队打崩。然后貂蝉这边的话呢，跟着这队骑刀民兵啊，顶住这个门就可以了，只要顶住啊，只需要顶住。来。这边三队，这边另外三队，这边好，等对方进入我们的进达射程，我们再打啊，不急。三倍速，对方已经开始射我们了，只不过的话呢，因为是雪地啊，大家看不太清楚，看到没有？已经开始射我们了，
不过没关系。这里箭塔，把骑兵稍微处理一下，把夏侯惇处理一下，你的死亡，把夏侯渊处理一下。你言辞粗鄙，我当原样。这里的弓箭手，把这个骑兵处理一下。好，慢慢来啊。这边夏侯惇本来血量就不多啊，直接把他射死应该是不成问题。然后这边夏侯渊血量也不多，把他射个半残，咱们再上应该也不成问题。夏侯渊气定神闲地靠近着我们，殊不知面前有猛将吕布和猛将张辽，而且还有神将箭塔。看一下，他已经只有九千多点血了啊，直接瓢死不成问题。夏侯惇直接瓢死，哎，直接瓢死不成问题。这边来了几个小骑兵啊，就这种数量的骑兵，真不是我真没看在眼里。来，原地射死，这边还有箭塔，直接射死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都不成问题啊。这个夏侯惇的话呢，冲进人群之中了，就有点恶心了。然后你们两个可以上了啊，把曹操给我砍了。这边的剑兵过来，把这边屁股给我包了。而且由于是城防军啊，这些弓箭手的话呢，也是不值钱的，死就死了，无所谓。啊，当然了，下一场还要打那个袁术啊，尽量还是少死一点。受我的愤怒吧！杀光敌军！来，继续看近景。好，这一巴掌下去，我跟你说，白给。这一波直接对方就白给了。做好准备，我能推荐你写诗的模样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这边还有最后两只骑兵半残的啊，这边呢也半残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根本就不慌、啊。所以貂蝉出去帮忙一下吧，帮忙打打架，稍微杀几个人。然后吕布这边的话呢，已经是曹操呢，曹操死了。那个夏侯渊，夏侯渊还没死啊，曹操不见了。好 ，OK， 获胜了啊！咱们弓箭手的话呢，其实也没死多少，对吧？然后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啊，我们要把他的部队给他一点一点的给他杀干净，不能让他逃掉任何的部队，尽量杀干净啊！下一波袁术还要来呢啊，要这个洗干净身子等着袁术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应该叫扫干净屋子等着袁术吧？在说什么？轻轻松松守住啊，史诗大捷。哎，拿到一把枪。我真的很想知道啊，为什么吕雕章这个阵容这么容易抓将军？但是他也不是100%的，因为夏侯渊他就不愿意，连夏侯惇都要背叛曹操了，我的天哪！招了招了，夏侯渊不愿意啊，那就去吧啊！你哥在我这儿啊，我担心什么呢？1800块钱啊、哦，我好赚的。啊，袁术你来了啊！我已经扫干净了屋子，等你来了。因为又是史诗大捷啊，所以说的话呢，抓捕人的几率又提升了很多啊。砍死两个，那么袁术难道？我的吕雕章，我跟你说，场场史诗，场场抓人，还有一大半的人会直接投降。袁绍被我们抓了，袁术也被我们抓了。哎呀，我怀疑曹操和袁术这一波就是来给我们董肥肥捐款的啊，还捐将，你知道吧？袁术这么昏庸的这个君主，你不把他放了，你是想要让袁术的这个势力强大起来吗？啊，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当老大，你当然想的是别人的老大都很蠢，你说是不是？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很蠢的老大，你肯定要把他放了呀。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逻辑，对吧？500块钱啊，放了。要这些俘虏也没用。1500块，爽。193年春季第14回合，曹操教唆刘备加入对袁术的宣战。可以。你们还没有都加入那个袁绍大军啊，不然的话都对抗我的话就出事了。曹操同盟向管宁宣战，汉帝国使牛辅称。牛辅？他不是被我踢出去了吗？加入了汉帝国，然后又独立了是吧？哎呀，可以啊！黄绍和孔融和平了。哇，完成一个任务啊！匠人可以的，家产出，又一个匠人家产出，可以的。曹信来啦，就是把那个夏侯惇射掉一只。夏侯惇现在我这儿，夏侯惇现在在我这儿。招了吧。我想看一下曹信的例会怎么样啊？毕竟给了个事件的，不可能大众脸。
不是你搞个事件给五个将军是个大众脸，很尴尬呀啊！哎，不是这个韩崇是谁呀？哦，韩遂儿子是吗？砍了。哎，这冷响又是谁呀？不是都是谁呀？这都是曹信的话呢，我们把他直接辞了吧，直接辞了吧。韩崇也辞了，就没什么卵用的全辞了啊。这冷响辞了，咱们这边只要名将啊。还有一些这个做内政的人员，他自己身上的话带了一把银矛啊，把他直接扒掉。咱们的二队领袖高顺的话呢，用上这把骨之矛啊、哦，实力一下就提升了很多啊。193年夏季第15回合，刘备和黄绍签订合约，孙坚与陆康组建联军。呵呵，这陆康就在我们旁边啊。孙坚，你给我搞事情。泽荣向牛府宣战，哇，宣判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要上天啊，宣判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有一只颜良的满编啊，然后这个位置啊，我还看到了一只满编，这个地方有两只满编，我跟大家说，直扑邺城。不，不，哎呦，你们这个兵力是真的足，好吧，我这儿有满编，你们敢想象吗？这才第15回合，我打到现在有一种原版不打 mod 的那种情况下105回合的感觉，差不多吧。你看地图上这么多满编，各个势力都有，我的天哪！先不管了啊，先下邺城农庄。血战险胜啊！血战险胜不行的啊，咱们必须要进去打一下。毕竟我这边也有四部投石机的，还是可以打的，轻轻松松击溃敌人啊！咱们这边损失了两队毛兵啊，这部队实在太弱了啊，感觉好像战斗烈度也不高啊，就白给了两队。咱们这边2543打对方3177啊，咱们损失了800多，对方全灭，可以。此城甚善，造福桑梓。然后拿下邺城农庄之后啊，咱们面前的话呢就是两只满编了。然后镇江这里再次出击啊，咱们这边是有四个投石机的，所以他扎营我们也不需直接出击。奋力一战，奋力一战。3963人，我的天哪！而且里面有很多高级兵啊，比方说邺国勇士哦，很强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投石机面前，步兵的话就是一群弟弟啊。好，我们稍微先砸一会儿啊，等砸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必要让骑兵从这个后面超过去。如果有的话呢，我们还需要把这边的两道墙都给它烧掉啊。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，咱们就可以直接攻，看一下这个投石的一个效果怎么样。看一下弹药量，已经是过半的一个弹药量了，我感觉可能还是要砸，还是得把这个砸掉。我们的骑兵还是得从后面超过去啊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个光打正面的话是打不过的。敌军四散而逃，老弟是无胆鼠辈。后面两先别砸了，先把旁边这两个栅栏给它点着。这一发没砸中。哎，你砸这个呀？好、哦，中了啊！这一发中了，着起来了，可以的。然后只剩下了这边的最后一部分营寨，把这个营寨点着的话呢，整个营寨全部都烧起来了。好，可以了，营寨全部都点着了，咱们现在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，等待着整个营寨化为火海。那么营寨只要烧掉了啊，咱们的骑兵的话呢就可以从各个方向冲过来了，不然的话你只能从正面打的话就很难受啊。如果说你这边没有骑兵，你就完全只需要烧掉这个和这个就可以了。这个阴府兵居然开始射了，也行啊，射个几名兵也还可以。那么你们三个也射吧，射这只弓箭手。哦，对方弓箭手居然出来了，这个老弟射我骑兵，我傻呀，不开三阵了，你们三个把他射掉。仓皇逃窜，投石机来一队固定靶射这个位置，另外一队固定靶射这个位置，把他们相对密集的位置再射一下。嫖啊，就是个嫖。对方将近4000人，你要真跟他打的话那真的是要上天，但是只要掌握了嫖的精髓，损失就会小很多。好，这边三射一很快把他射掉了，非常好。他脸上的话又拉来一堆这个赤腹战团，这个是有盾的，就不要射他了。但是这个邺国勇士咱们可以继续嫖。这个头的命中率有点低啊啊！
我都拉到那么近了，命中率还是有点低。敌军仓皇逃窜，好，又白了一个，这边接着嫖。等把剑放光的时刻，就是我们冲上去跟他厮杀的时刻。剑使投光之时啊，就是你我决战之际。但是这个投石机的命中率是真的是有点惨，是真的有点惨。哎呀，真就砸不中呗，砸中了一发。估计还是要嫖一段时间。打这边的几名兵吧，你们这边射这边的几名兵。投石机架弓箭手，弓箭手射对方几兵。咱们主攻还没上呢啊，就是总攻击还没开始呢，对方好像已经没几个人了，没几个人了，有没有感觉啊？好的，两个投石机已经嫖完了，师傅战团给我炸掉，这个给我炸掉，把这个骑兵射掉，这个投石机留一会儿吧，留一会儿。这边有只投石机想和我们对射，来给。敌军四散而逃。到底是无胆鼠辈，然后把这个骑兵稍微射一下。这里还有一对夜国勇士，这个夜国勇士比较麻烦了吧，这东西等一下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弓箭手的位置已经很接近敌人了，稍微小心一点。这里的骑兵准备上，两边的骑兵准备上了，正面的这个吃斧战团我可以不用投了，不用投了啊，不用投了。两个投石机盯着一个夜国勇士砸，然后骑兵可以跟我一起一波冲锋，把这个吃斧战团直接打掉。不过的话，对方夜国勇士来了，先不急啊，先不急。是谁进？对方弓箭手在射我了，弓箭手在射我了，这边也在射我的骑兵了，往后退一下。这边三射二，把他们射了。哦，不对，我没箭了，那就不用射了，撤。用骑兵把这两只骑把这两只弓箭手干掉。撤一下，撤一下，对，不慌，慢慢来。投石已经砸完了他的所有弹药，可以开始正面冲锋了。这边还有一只这个骑兵，有点烦。这边弓箭手还没有射完他所有弹药，继续嫖这边的夜国勇士。这一仗真是把嫖的精髓展现的淋漓尽致，我的天哪！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个字嫖。这真就嫖啊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基本上可以冲锋了啊。但他的人数吧还特别多，冲上去也不太好。这边步兵先冲上去慢一波，步兵冲上去，将军跟上，这边的步兵也上，将军等一下，对方部队应该要回防，对，来。正好有个空位，把这个民兵干掉。你们两个一前一后，你们俩快来跪下，这个快点关掉。好，将军可以上了，去把华雄给我宰了。打他，把这个骑兵干掉。友军正在遭受攻击，炮兵已经没有箭了，炮兵已经没有箭了。鼓起勇气，开所有的技能。注意，加速前进，速速前进。两个骑兵赶紧把这个骑兵干掉，然后去支援正中央的敌人。然后这边的两只骑兵已经干掉了那只弓箭手，准备把这边的两只弓箭手干掉。一左一右，这边这个骑兵在动，把他撞掉。这边过来把这个撞掉。差不多了，去正面帮个忙，全部去正面帮忙。这里的部队全部都被我们打成智障了，全部去正面帮忙。箭术全部放完了，看一下正面。射手在此，这边一波他应该就没了，直接没了。去帮正面，
帮整个最部队的最正面。一波再见，舒服啊！这个嫖的是真机而舒服。咱们最后打起来的话，应该就正面稍微打了那么一会儿会儿啊。其他地方的话呢，要么骑兵一波撞完，要么投入机全部砸完。不是这样打下去，我的将军都可以当兵用了呀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在怀疑这个 mod 是不是加强了这个抓将军的这个可能性啊，或者说是招降的可能性啊？怎么抓一个招一个，抓一个招一个呢？基本上应该有70%的这个可招募率，你们发现没有？颜良、文丑两兄弟啊啊，全部加入我了。河北四亭柱一取其三，可怕！1980人迎战安营扎寨的颜良大军3963人，咱们只损失了500多，又给我个六处上风，我是真的头大。俘虏也要吃饭，就放了吧。这边董卓升到6级啊，终于点出屈身了，然后把这个支援点出来，可以的，把这个彻底灭掉。河北四亭柱，文丑、颜良、张合、高览啊，高览在这游戏里面好像我是没见过啊，我是没见过，不知道有没有。只会拖我们后，又升级，镇江5级啊。那5级的话呢，咱们就直接奔着独刃去点了。我这个部队不用回去了啊，吕布直接出来。机不可失，我不在的时候啊，吕布、貂蝉和张辽，还有韩遂和华雄啊，全是救火队成员。我跟你们说，铜矿这边啊，我也给你拉一点啊，反正也不要钱。哦，不行，季节部署只有三个啊。然后我现在想的是什么？我现在想的是镇江直接北上安平农庄，千万不能怂啊！就要不停的扩张，只有不停的扩张，你才能拦截得住敌人的大军不停乌泱乌泱的往你这儿扩，往你这儿来啊！被动防守不行的啊，一定要主动出击。咱们这边的话让董卓指挥啊，因为董卓火将的话呢，他有好几个指挥使有加成的东西。之前为什么让镇江领袖，就是因为镇江毕竟是个女王嘛，肯定是那种很火爆的老婆啊，让他先爽几把，也让镇江爽了有这个3年了，也该让我们的董肥肥啊收回控制权了。现在呢是1093年的夏季第15回合啊，咱们今天呢时间有限啊，就给大家先做到这边。大家如果喜欢看的话，记得点赞3连，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，拜拜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，我只是阴影；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。